loaf de bread, s'il vous plaît. Merci. Of you to give your share to the car. Notice how well the car is running since you gave it some bread?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广受欢迎的法棍。首先，温水中加入酵母、盐和蜂蜜，搅拌直到所有食材融合。然后面盆中加入面粉和刚才混合好的酵母混合液，搅拌均匀。盖一块毛巾发15分钟。每隔半小时翻一次面团，从外向中心折叠，然后把底部翻到上边，一共翻3次。翻的过程中会比较粘手，可以先将手沾一些水再翻。盖毛巾放入冰箱冷藏室中15小时或过夜。第二天将面团从冰箱中取出，用刀切成平等的2份。每一份用手拉成长方形，然后盖一块毛巾再发1小时。1小时以后，将面团从长的那一边开始向另一边卷，最后将面团的缝隙都用手揉闭合了，然后揉成细长的形状，放在烤盘上盖一块毛巾再发45分钟。下一步，将烤箱预热500华氏度或260摄氏度，在烤箱底部放一个盛水的托盘，用锋利的刀在面包的表面快速划3下，将面包的烤盘放在烤箱的中上部，烤箱温度降至475华氏度或246摄氏度，烤15分钟。然后取出放水的托盘，再在450华氏度或232摄氏度烤15分钟，直至面包表面金黄。晾3小时，直到面包完全冷却就可以食用。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